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课注》第一千页最后一行啊，阿弥陀佛，于彼高祖未得巍巍相好光明，圣闻菩萨围绕恭敬，念老在注解里头用我们白话说出来了。当时会众，当时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西方极乐世界现前，先见一报，这一段接着讲正报啊，正报是阿弥陀佛于诸菩萨中啊，所以当时会众，会众是释迦牟尼佛的讲经时候的大众啊，听经的大众都见到了，不是一个人见到的啊，见到极乐世界依报种种庄严，又见到正报阿弥陀佛啊。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正报，前面所说的一报功德巍巍相好光明，身中围绕阿弥陀佛，在极乐世界正是在讲经说法啊，这一会的状况，与会这些人都见到，为我们作证。下面经文，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，明显照耀，须弥山是我们世界上最高的一座山，它不在地球上啊，地球上最高的喜马拉雅山啊，那是在我们南瞻部洲，这个地球是南瞻部洲，须弥山是一个小世界的中心，所以
经上所说的，通常阿罗汉能见到，菩萨能见到，天人、凡夫天人都见不到。啊，下面是比喻，譬如须弥山王啊，出于海面，明显照耀。譬如须弥山王出现海面，须弥山全称为须弥庐山王，乃十山王中之一，正报光明无量，故云明显照耀。啊，阿弥陀佛放光，大家都看见。下面是说法比喻，两段经文合起来看，清净平正，无有杂秽，皆一行类，唯是众宝庄严，圣贤共住。依报是居住的环境，就是极乐世界。品广啊，宽广平正，清净安稳，故曰清净平正。此山非世间土石，喜马拉雅山、拉雅山还是土石，成就的，对着那个成就的啊。那么极乐世界给我们显现的纯是四宝所成，啊，四宝是金银、琉璃、玛瑙、砗磲、这一类纯是四宝所成。啊，究竟好到什么程度，是无法形容。佛的世界，啊，故人无有杂秽，杂泥土、石块，啊，异类，根七宝。不同类的，这叫异类啊，所以唯是众宝庄严，这一句话来形容极乐世界。声闻菩萨围绕恭敬，这些圣者，凡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每一天围绕在佛前听佛讲经说法，所以在那个世界学习成就快速啊。我们这个地方过去一直到清代
球上都有圣贤住持，现在有没有？我们相信有，但是一般人见不到。啊，他要被你看到了，你再也找不到他了。这些事情有记载，中国四大名山山志里头有文字记载，过去有人看见到山上去，见到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，啊，观音是指真有见到的，啊，地藏菩萨在九华，那都是与佛有缘的众生，他见到能生起信心，继续努力。如果遇到净土法门，肯定成就了。啊，过去没能往生，这一生遇到了，决定得生净土。圣贤共住啊，菩萨是圣，阿罗汉是仙，啊，共是跟阿弥陀佛在一起，延伸的意思，这些大众在极乐世界修行学习，啊，后面这一段经文踊跃理念欢喜啊，阿难记住菩萨众等皆大欢喜，踊跃坐地，一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。啊，这注解里都有说明，阿难记住菩萨大众，阿难当机，所以用他的名字来带头。其诸菩萨等众，盖指菩萨、声闻、天人等等诸众。没有往生之前不一样，天人等等诸众，等等是六道众生，有没有畜生往生的？有。有没有恶鬼的往生的？有。罗刹修罗都有，啊，善恶人等，善人往生，我们不怀疑。恶人怎么能往生？恶人真正忏悔，后不再造，啊，最后这一念是正念，没有怀疑，没有夹杂，
诚感动。这一声阿弥陀佛，他就能往生。四十八愿里面说过，第十八愿说得很清楚，无逆十恶。换一句话是，这个人在世间无恶不作，但是在临终那一刹那，他认错了。这一生错了啊，对不起父母，对不起师长，对不起亲朋好友啊，信西方净土确实存在，真正发愿求生，最后也是一声阿弥陀佛才能念出来，都能往生。这个事情有往生传净土圣贤录里头都有记载，我们听到了得到很大的鼓励啊，希望在这一生决定不空过，要效法，干再多的坏事都没有关系，只要你后悔啊，真正忏悔就能往生。往生到极乐世界跟经上所说的一模一样，不能等了，要真干了。我们接着看下面，与会的大众蒙恩读税瑞啊，看到的是极乐世界一阵庄严，种种瑞相欢喜踊跃，故皆五体投地，至诚称念南无阿弥陀，三藐三佛陀。三藐三佛陀是梵文音译啊，就以正遍知，啊，真正不是邪道，遍知无所不知，就以心里的等正觉。心就怎么分？玄奘大师以前翻译的都叫旧义，从玄奘大师开始以后翻的经典就叫心义。啊，翻成等，等是平等，跟正觉平等，正觉是如来啊。有时候看经文，有时候指阿罗汉是正觉啊。像此地也谈到了三藐三菩提啊，三这个音翻成中国意思是正，秒是等，三秒是正等，三菩提是正觉，菩提翻三佛陀或者是三菩提，菩提也是觉，佛陀也是觉，正觉啊，三秒三佛陀。那佛十号当中的第三号，故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，就是我们今天所念的
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梵音是三藐三佛陀。下面我们再继续看六道众生都沾恩了，啊，这第一个小段读光之苦，见到佛光，这个世界种种苦难不见了，修善的念头啊起来了。啊，我们看经文，诸天人民，这就是指六道，天道、人道，下面畜生道，以至云飞软动啊，畜生道，独思光者，这三道众生见到佛光，所有的痛苦莫不休止。经上常说的离苦得乐，啊，真的离苦了，一切忧恼莫不解脱，啊，你所担忧的，你所烦恼的，不见了。后面这一句，念老举光明遍照品里说，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，见得休息。这一段经我们要记住，卧道众生怎么可能见到这个瑞相？其实瑞相不生不灭，无时不在，无处不在，所以声闻菩萨常见这是真的。六道凡夫业障太重，把种种瑞相转变成凡夫所见的，像我们这个世界秽土，真相没见到，妄想见到了，这一桩事情大乘经里面讲的很多，见到佛像，见到佛光，见到极乐世界，真的妄想没有了，杂念没有了，分别没有了，执着没有了，心得安乐啊！所以习借慈心作善，欢喜快乐啊！光明遍照品说，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，见得休息，故经云：云飞软动，畜生，畜生道。啊，见到这个光，
所有的疾苦都休止，一切忧恼不见了，这叫解脱。啊，下面我们再看，天佑不顾自明，啊，钟磬、琴瑟、箜篌、乐器，不顾自然界作五音。这就是你听到音乐，啊，听到音乐了，没有看到有人演奏，啊，这些乐器有人见到了在空中，有人没有见到听到声音，啊，这是什么感应？啊，注解末后一句。不苦自然皆作无因，这个无因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交响乐，啊，再看下面经文，祝福各种祝天人民过吃花香，来与虚空散作供养，设方天人来散花表殊胜快乐之相，啊，我们看念老的注解，经中详谈见福、见光、见土等等瑞相，或以啊，或以此有着相之事，谢彼未知经中之妙。大乘教理最怕的是着相，啊，着是执着，执着这个相真有，执着这个相是我所见的，这就错了，这就叫凡夫，啊，凡夫跟佛菩萨不一样的，要记住，凡夫见色闻声，就是六根对六尘境界，眼见叫色，耳闻叫听，鼻嗅香，舌肠胃，身粗动，啊，意到妄想，第六意识，妄想分别之处，第六意识，这种人叫六道凡夫，啊，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阿罗汉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看得很清楚，听得清楚，样样都明了，不执着，就是不着相。阿罗汉呢，着相生烦恼，不着相就没烦恼。为什么？他知道相是假的，把这个现前这些
六尘，真看清楚了，它就像梦中境界一样。啊，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聚合空空无大千。阿罗汉觉悟了，知道这个相不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今天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，根据这是最近近代量子力学家发现的，物质现象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他们总结，这个宇宙之间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，跟大乘佛法讲的一样。啊，佛法《般若经》里有一句话说：“一切法就是六根见的六尘境界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”啊，这谁看到的？菩萨看到的。啊，所以菩萨见到这个境界相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不但没有执着，分别都没有。菩萨，但是怎么样呢？他有起心动念。啊，佛比菩萨高明。佛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，当然没有分别之处。佛、菩萨、罗汉是怎么分别的？级别不一样啊，迷雾不相同啊。我们今天连阿罗汉都不如啊！我阿罗汉没有执着，我们有执着啊。有喜欢的，有讨厌的，有想获得的，啊，有排斥的，这些什么？这些都叫烦恼，这些都叫业，造业。烦恼里头有善恶，啊，善业感三善道。恶业感三恶道，其实这些业因果报也不是真的。什么时候才知道？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就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一切法空，了不可得。凡夫分别执着，佛教化凡夫，就用这些假的，像哄小孩一样。凡夫愚痴，没智慧啊！佛给我们讲这些，这些叫世间法。觉悟之后，给我们讲除世间法。除世间法就是告诉我们，一切法空，无所有不可得，讲真话。我们自己能在言下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好，你成就了。如果不能，不能说烦恼习气太重，听十遍，听一百遍，听一千遍，还是执着，还是分别，真的不是假的。我们同学当中读无量寿经有超过三千遍，超过六千遍啊，还有念到一万遍的，
他还是着相，可见的不着相真难呐、啊。能放下妄想分别之处，八万四千法门，随便哪一个法门，你都有成就，你都能成无上道。如其不能，那佛特别慈悲，怜悯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叫我们修念佛法门。只要信、愿、持名，什么时候有效呢？从早到晚，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。有阿弥陀佛的名号可以，没有名号，有阿弥陀佛的像也好。十六观经里面，观相念佛啊，随供佛像，你就要懂得供一尊，供太多了，你的心分散了，一尊就专注啊，无论到什么地方。都是这一尊，现在方便了，可以照相了。啊，佛像不好带，照相照片好带，比过去人方便太多了。而且照片是分是彩色的，啊，时时带在身边。不离开念佛，不离开心里头总是有佛这个念头，除这个念头之外什么念头也没有，统统放下，这个慢慢就得三昧了啊！念佛三昧现前，你就真见到佛，天天想佛，佛从哪来？想来的。你不想他不来，你想他就来了。啊，净宗法门是有相，直方立相。啊，方西方极乐世界，相阿弥陀佛一真庄严。前面讲的这一大段经文都是相。依报的相，极乐世界；正报的相，阿弥陀佛法会讲经的盛况。我们往下看，习彼未知经宗之妙，端在当相即道，即思而真。这是净土，无比殊胜。无比的方便，故不必薄相求道啊，要把这相灭掉，禅宗不能着相，天台先手都要把相放下，才能见到真的，镜中不染，梦中见相真的，定中见相也是真的。啊，所以他不必要立誓见真，不需要薄相求道。且此经纯是华严，世事无碍境界，一华一相，无非帝王，与
有些经上讲，一花一尘，尘是尘土，更小的。啊，真的，无非帝王之处，用帝王来表自信。这个帝是第十天，就是忉利天，忉利天宫上的楼王。佛常常举这个比喻。啊，华丽，人间现在也能做得相似。啊，大的庆典布置的会堂，啊，也是相当庄严。所以一花一香，无非帝王之主。一叶圆明，圆是圆满，明是光明。一叶神妙，样样都圆满，样样都殊胜，样样都妙好。一叶皆是一真法界之全体。这一句话特别重要的是全体两个字。全体到什么程度？我们今天讲物质最小的原子，原子还不是最小的啊，粒子、夸克，现在讲量子，好像没有比量子更小的。每一个量子里头有圆满的宇宙，告诉我们真相。真相是事出世间一切法里头找不到大小，找不到对立，完全是一体，小中包含大，大中包含小，大包小我们能理解，小包大不能理解。啊，一直到现在，机械发明。可以能够从科学仪器里面观察到，像全息照相，就是小中有大，把一张照片把它剪碎，剪成很小很小的，放在极光下面，你所看到的是完整的，是一张完整照片，张张都完整。科学给我们找到这个证据，小里头有大，所以叫入不二法门，大小不二啊，没有小没有大了，大小是错觉，不是事实真相。事实真相连空有都不存在啊，你不能说它是空，不能说它是有，也可以说它有，也可以说它空。微妙，所以叫不可思议。事实上，不可思，不能去想。
意是什么？意是就是讨论，言说，你不能说，说不出。啊，整个宇宙里头，一切法没有真假。没有大小，没有好坏，啊，乃至于说没有善恶，有没有佛菩萨？没有。啊，佛菩萨，我讲十法界，最高的佛菩萨，声闻缘觉，下面六道众生，有没有？没有。没有也没有，一一皆是一真法界之全体。所以禅宗拈花微笑啊，拈一朵花，拈一个树叶，给你表示表示，这什么？整个宇宙啊，整个法界的全体啊。入不二法门，圆明具德，不可思议。圆是圆满，明是光明，具足万德万能。这个万字不是数字，含的意思没有边际，我们讲无量无边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没有办法去想，没有办法说，亦是议论。啊，你把思、意统统放下，你就见到了。啊，见到这个境界叫成佛。见到圆明具德，见到具德了，圆明还差一点。菩萨，圆明具德全迷了，凡夫。下面彼此同见，第一段此见彼，此是我们，彼是他方世界。你看经上是二十极乐世界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，那由他国依佛威力，如对于目前，如敬天言观一玄机。念老有注解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，那由他国，前面有注解，我们重复一句，你见到极乐世界西方的西方，看到许许多多诸佛刹土，无量无边的，这个宇宙，这个世界从哪来的？要知道，大乘教里有一句名言，叫“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”。就是心变现的，这个心真心，不是妄心。
妄心是妄想，妄想没有能力，范围不大。真心，真心没有念头。啊，慧能大师开悟所说的五句话，五句是描绘真心。真心是什么样子？第一个，清净，没有染污。啊，第二个，不生不灭。第三个，本自具足，具足无量智慧、无量功德。今天讲无量的能量。啊，如如不动，真心没动过。啊，最后一句是能生万法，你就看到你的真心又生，百千俱值那一他国。啊，看西方的西方，极乐世界西方。你看到了整个宇宙的现象，你全看到了。啊，我们看见了诸己，极乐不离自性离也。你能够见到这个理，就是宗门常说的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啊，总有个理呀、啊。外面是事，有理才有事，有事当然有理，理跟事是一体的两面啊，极乐不离自性。我们现前有没有离自性？没有啊。万法不离自性是个理，所以我们要晓得，要明白，整个万法是我们的心变现出来的，跟我们同一个自性。同一个理，所以是一体，不是一家了。一家个别身体不一样啊，整个宇宙跟我是一体，这是佛法里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啊！叫你证果，证什么？就证明整个宇宙跟自己一体。这叫真道啊，真搞清楚了，真搞明白，然后大慈悲心流出来，一体，我这一体里头还有很多叫负面的，还有很多苦难，怎么办呢？帮助他救我，无条件的帮助，因为是一体。一体还有什么条件？全心全力的照顾。所以叫不二法门呢。啊，过于西方，百千俱值那一他国，这是四的。前面一句讲理啊，极乐不离自性，百千俱值那由他是是事，也不离自性。大乘佛法讲的什么？就讲这么一桩事情，就讲这个道理。你明白了，
真的明白了，肯定了，再不怀疑了，你的真心现前。用真心是佛菩萨，用妄心是六道众生。妄心是起心动念，是妄想分别之处，这是妄心。用妄心永远见不到真心，用真心全明白了，就叫成佛，就叫成菩萨。啊，所以离事无碍，离中有事，事中有理，故十万亿尘即在目前。故观经云：“阿弥陀佛，去此不远。”十万亿佛国度算什么？很近的距离呀！啊，距离是假的，没有距离。啊，整个宇宙是一体。时间空间都是假的，没有时间没有先后，没有空间没有彼此，这是事实真相。我们看到他们，他们也看到我们。极乐世界，西方无量无边世界里面众生，他向东方看，也看到我们，看到极乐世界东方，我东方还有许许多多的佛国土，多少没有止境，没有数字，只能用无量无边，这是事实真相，明白了。说一家人还太远了，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，这真的，我们入这个境界，共同一法身。现在没有证得，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事实真相啊，我们要感恩，像慧众一样，慧众诚感佛力加为净慧良土，互现莫前，如净言天，净天眼观一玄地。看得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一体可贵啊。我们为什么干这事情？因为一体，帮助所有众生都回归一体就对了，这就是佛菩萨度众生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